大家有说有笑，气氛依旧温馨。不过似乎越接近演唱会，离别的情绪就越来越浓，工作人员也顾不上规定，纷纷把自己的工作证拿给每一位超级女生签名留念。而我们的超级女生也开始三个一组两个一对的照起相来。当然最后的相聚难免要来一张大合影，所有的工作人员和超级女生都聚到一起，一张完美的全家福被记录下来。娱乐无极限刘涛南京独家报道。当超级女生们换上演出服后，观众朋友一定会觉得有些眼熟，原来大家又穿上了第一场演唱会的服装。其实也算一个有始有终吧。然后成都的时候，这是第一套我们参加巡演第一套穿的衣服，那现在已经不知不觉做到最后一场了，再穿上这套衣服可能感觉会不一样。给大家一个拥抱好不好？虽然我们离得很远，但是春春把怀抱张开，你们就搂好不好？感受哦，感受哦，来。那我现在唱这首歌都可以不带伴唱，因为我知道你们就是最好的伴唱。在全场观众想唱就唱的万人大合唱中，全体超级女生再度登台，大家用这首记载了太多欢笑和泪水的歌曲，为2005超级女生畅游巡回演唱会内地部分画下了完美而感人的句号。谢刘涛南京独家报道。超级女生的出现被现场掀起了一个不小的高潮。可以叫主持人，而且呢我跟你们非常喜欢的，我们有请肖妙宇。我猜你和那个大量已不合，今天没有一起走星光大道是这样吗？你觉得呢？就问你啊。啊？就问你啊。像很不合吗？看你怎么说。很合。娱乐无极限上海站记者张正。